很臭的味道。拿着。那什么？此物正是进入幽冥界的关键。什么意思？牛粪。快拿着。哎呀，一人一个。这些乌鸦的眼睛好诡异啊。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。什么意思？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来人界收集最恐怖的噩梦，再用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，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，不会被察觉，极其隐蔽。阿九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些都知道。这算什么？我知道的事儿可多了，你要想听，我以后慢慢讲给你。还有别的？来了来了。我也知道很多。哎，快点儿。这丫头定是有胡思乱想，触发主簿记惩戒了。